对对对。那俺嫂是马相机的，忘了没充。我们自己嫂子也有，我们嫂子有出马相机，忘了没充电，也没看有电没电，在那样一打没电的。你说往外车的时候，搁电源关的车不中。不用拨电源。你确实不用拨电源。你快你。就是开着就行了。开着，因为这个拉完了以后，你这媳妇就拉下一月了。一直到以后，往回来快点啊。对对对。往回来是最好的，顺着他这个。这个老鼠。啊，他身上的是身不上的是你慢慢的朝回去，你追的过于快了，把这个电源设置你追的变形了。你这像这个问题就是你一个熟练工的问题，你追上几回都只是没停这个劲儿。这个死粗，你像这个速度不能太快了，它跟拉个细是不一样。这进来加热加的快。你昨天调的温度得大走得快，一身电视红我能泡沫着。温度低的吧，它这个温度话还能稳定，这温度高点。现在是像咱这台线哈，要用了电的，用电量大的一个，它正用着它猛的一停，咱这温度一下子就上来了。嗯。在房子那一身儿，他正用了，他耗电量大，在这小电蚊子搞点了，他那猛的一听，在这蚊子一直上来了，听着他，这个声音就是。你看你这会儿这是电焊机一电人呢，这蚊子就跑了。熟悉了以后，你就按这个声音调这个电压就行了，你是哪个声音？你这意思成带风毛毛呗？嗯，就按声音来就行。这声音一致，电压的这个温度是基本上是一致的。这经常找个度光门哈。哎，你看这挺好的活，这个里皮也挺光滑，这外皮也挺光滑。那俩手扒不行，扒不稳，这里一层点的更新大一个。对对对。反正就是，花了的那个没有留，这块是留下一地的，这哪的。这边儿土啊，没事，还有看不回，还有没看那个光啊？是不是这样嘛？他说买的时候还瞅着，哎，好，光了，你样子都得包着。对对对，你拉的再光滑，灰抹不好也不行。不过你山里抹拉的光滑，哎，刮灰了，好干活。那、哎、个都是买那人那个印象馆干净利索，是的是吧？你瞅，要看这边跟这边，因为它稳定是稳定了，这温度嘛。它这个跟这个，它也一样了，这温度是一样的，完全。这速度，这都挺好，这活都挺好。时间站着是。这都行啊。这没问题。去拉。你让它稍微搁一点儿，我也在里头。好，行。挺好。
的。哎呦，这个比那个还强啊。那也长点儿。长点儿，这个轻的。这长多少？那也长。下回再跑，那我以后快不了。